如果你有一包黑巧克力，把它放进70度的热水里面。我有黑巧克力，把它放入70度的热水里面。泡15秒，等它融化之后打开包装。泡15秒没有融化，加热水再泡15秒。不能浪费，还挺好吃的，确实挺好吃的。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融化之后打开包装，倒入酸奶或者奶油，拿根吸管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倒入酸奶，拿根棍搅拌均匀。最后插上一根木棍，再用绳子或者夹子封口，完了放进冰箱冷冻一个晚上。我只有这一个棍用夹子封口啊，怎么这头有漏啊？粘也粘不上，就这样冷冻一晚上。冻好了，打开看一下，超级浓的巧克力味，还挺好吃。我也冻好了，打开看一下，哇，真的超级浓郁的巧克力味，很好吃。